项羽在重新分封天下之后啊，首先呢，齐国的田荣开始造反，天下纷纷重新乱起，有人欢喜有人忧啊。这阵最高兴的是谁呢？就是先前被项羽发配到汉中的刘邦。在汉中这几个月内，人家刘邦一直也没闲着，是抓军事促生产，他手下呢又有这个萧何月下追韩信什么的，这个军事领导层呢等于是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汉国上下呢面貌已经是焕然一新。八月间呢，趁着四处乱起，刘邦就派出大将韩信，明出子午，暗度陈仓，开始了环定三秦的军事行动。汉军借当时天下大乱的机会啊，回击关中，这个过程非常顺利，先后击败章邯的抵抗，而且呢追降司马欣、董翳这两个人，极短的时间内就把项羽处心积虑设置的这三秦这个三个王国一一击破。如此一来呢，项羽出现了两大阵营的敌人，一边呢是齐地的田荣、赵地的陈馀以及彭越，一边就是占领关中地区的刘邦。所以说当时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先打谁好呢？正当项羽绞尽脑汁琢磨着，张良受刘邦之托送来书信请和，说我们汉国啊，只想按照昔日这个怀王之约先入关中为王的这个约定，没有别的野心，我们汉王得到关中之后肯定停兵不打了，没有任何东向的意思。刘邦他把齐国田荣写给自己的密讯呢转送给项羽，上面的内容啊，无非就是田荣要联合这个齐赵的力量与刘邦一起击灭楚国。项羽看这封信那绝对是更怒，他还真信刘邦，所以呢他点起大军，怒气冲冲杀向田荣，同时呢他还向自己老战友英布征兵，想让英布和自己一起去灭掉齐国。但英布现在所以人的地位一变，他的爵位一变，思想就变了，屁股决定脑袋嘛。他这阵儿也是王爷，他就称病不出，干嘛呢？坐山观虎斗。他只派出手下一个大将，率领几千号人马，也就意思意思。由此呢，项羽这个时候也是暗恨英布，两人之间的关系就跟从前不一样，从前是老哥们老战友，现在呢，他们之间就有了嫌隙了。由于项羽当时是决意要击灭齐国的田荣，新仇旧恨怒火中烧，杀到齐地之后就一直按着田荣打。那田荣说句实话，你哪够这齐楚霸王打？最后城阳大战，楚兵大胜。城阳是哪儿？就是今天山东菏泽东北那一带。田荣呢败逃到平原，平原就是山东德州以南那个地方，在那里呢这倒霉蛋就被当地民众杀掉，还把他脑袋切下来献给战神项羽请功。田荣虽然死了，余怒未消，项羽啊，他在齐地大耍淫威，每过一地一城，都把当地的建筑物全部烧毁，下令把田荣那些投降过来的齐国士兵也尽数坑杀。所以说，所过之地，赤地无疑，残灭无疑。这种高压政策实际上是适得其反，所以项羽这个人就不适合于这政治统治。齐国人一看，我战也是死，降也是死，我们还不如以战而死呢，于是呢一波又一波的奋起反抗。田荣的他这个弟弟田横呢，当时就收集残兵数万人，在城阳附近呢重新和楚军开打游击战，等于就把项羽的军队拖在了当地。一连三个多月，楚军一直在齐地奔忙，那项羽呢被拖在齐地动不了身。这个时候刘邦干嘛了？这老哥们一直没闲着，他从临晋渡过黄河，临晋就是今天陕西大理县，攻打西魏王魏豹的河东地区。那本来魏豹他当时也恨项羽把自己改封，顺便呢他就投降刘邦，加入了汉王阵营。接着呢这小伙子还和这个刘邦一起从河东杀入河内郡，攻打被项羽封为燕王的司马昂。司马昂呢，由于当了王爷之后的不听话，项羽先前就派大将陈平过来收拾他。当时司马昂挺老实，他一看陈平率领楚军过来，他马上就服软。项羽当时就也没有杀他。刘邦这一来呢，司马昂更是脑肿一个，没一点先前配合着诸侯联军攻打秦军那种劲头。抵挡没多久呢，他就被刘邦俘虏了，而且呢马上跪地
哎，就降服了汉王。项羽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特别气恼，他马上就派人责备先前派出的大将陈平等人，说你看你们这些没看好的司马昂。这下大好，项羽呢当时这一生气一骂陈平，等于是为冤屈于陈平。一看自己也怕被这项羽杀掉，单身一人逃出营盘，被处投汉，哎，他就向刘邦投降了，降了司马昂，收了陈平。刘邦继续往东走，他从平阴京那个地方就到达了洛阳新城。平阴京呢，在泾河以南孟津县这个北岸。他在当地父老劝告下，刘邦呢当时就假模假式还把军队打败成仁义之师，他就为先前被项羽杀掉那个义弟，就是那楚怀王雄心了，哎，举行这个追悼大会。当时汉军呢是全军缟素，刘邦大搞仪式，把项羽弑主杀害义弟，哎，当成一大罪行，等于是发檄天下，作为联合诸侯军打击项羽的最大的口实。至此呢，楚汉战争正式揭开序幕。那么由于当时项羽的楚军和秦军的就是田荣那些残余部队，他弟弟田横那些人在长阳一带焦灼互相打斗，就造成了楚国都城彭城地区的防守非常空虚，也基本上主力都被项羽带出来了。为此呢，刘邦在洛阳大会这个诸侯之后啊，就连拉带吓唬聚集了56万大军，分兵三路合击彭城。我们看看如今刘邦这阵势啊，那比当初项羽率领诸侯联军抵达函谷关时候的兵力还多出十来万，56万大军。因此这帮人是鼓行而进，气势汹汹而来。此时呢，刘邦的老朋友彭越见汉王势大，马上率领3万人马归附了。为了掩护联军呢，他侧后裔刘邦还马上封彭越为魏国国相，让他攻占梁地。所谓的梁地就是今天河南的东北部。当时当了魏国国相的这个彭越呢，说是魏国国相，但他根本就不属于魏国那个魏王魏豹啊，他管理。由于项羽的老战友九江王英布呢，当时是坐山观虎斗嘛，他不出兵嘛，刘邦大军就由西向东进展特别顺利，连克砀县、萧县。砀县在哪儿？在今天河南的夏邑东南。萧县呢，在今天安徽萧县西北。几乎是兵不血刃，汉军联军一下子就攻占了西楚霸王项羽的大本营彭城。此时此刻呢，本来如日当天，最红最大的一颗太阳，在当时这项羽西楚霸王就忽然陷入了绝境。为什么？你想连他自己的大本营老窝都给人端了，你说这仗还怎么打？所以说项羽啊，确确实实是秦汉时代空前绝后大英雄。史书上没有记载过任何他在彭城被占领之后的犹疑和忧惧，面对如此类似绝境的情势，他反而爆发出一个军事家惊人的能量。为了避免陷入两面作战那种景境，他命令楚军诸将，你们继续率领大军在齐国这个地方跟田横那帮人死缠烂打。这样一来，他就给汉军呢一种什么假象呢？楚军一直陷在齐国，而他本人呢只率领3万精兵从鲁地飞速南下。鲁地在哪儿？鲁地就是今天山东的曲阜，兵出胡陵，迅速占领萧县。神不知鬼不觉，忽然一战就切断了汉军联军的退路。然后呢，项羽是沉着果断，有条不紊地率领大军，也就3万人啊，由西向东反攻。彭城方面呢，汉军和诸侯军队啊，忽然占领了西楚霸王的根据地，大喜过望。你想，彭城作为这个项羽西楚霸王的这个都城，他那阵搜罗了多少美女珍宝啊！因此这一下被刘邦、被诸侯军占领了，这帮人天天在那儿快喝。特别的美美舒舒服服在那儿享受了一大段时间。正当刘邦等人纵情享乐，日日置酒高会的这个时候，趁着人困马乏的凌晨时分，我们知道凌晨时分人是最容易松懈的，项羽率领军队从萧县一路对汉国的这个联军发动猛烈进攻，连气儿都不喘一下，楚军是直刺到汉军指挥的腹心，一下子就造成了汉军指挥系统的全面瘫痪。那当时绝对是天神下降一般，面对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楚军呢，你想汉军联军这阵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敌人，
忽然之间完全崩溃，四散溃逃。那么到了中午时分，楚军已经大破汉国的联军，并将刘邦主力呢挤压在今天江苏徐州以西的那个狭窄地带，自相践踏逃命之间，汉军被楚军斩杀十多万人，残余部队慌忙向西南山地溃退。那么楚军一直追击汉军，到哪儿？到灵璧附近的睢水。楚军呢连气都不喘，饭也不吃，就一直追杀汉军，刀劈剑捅，竟然把十多万这个残军那些败军呢逼入了睢水之中，当时淹死者不计其数。史书上怎么讲？睢水为之不流，尸体太多，河水都流不动了。这时候刘邦是众叛亲离，随从啊那些将领或死或降，基本上没剩多少了。项羽指挥大军呢围之三层，他当时还准备生擒这位汉王。如果啊不是当时忽然狂风大起，刘邦几乎啊他就会被项羽活捉。飞沙走石之际，天色大黑，我们古人特别迷信。哎，楚兵呢这个时候一看天色忽然暗下来，就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愤愤慌乱走避，因此楚军的队形就大乱了。就在这个时候，刘邦才勉强率领数十骑、数十个重人，从那个楚军的这个包围空隙当中逃了出去，等于是脱离了主战场。逃亡途中呢，刘邦呢途经沛县，他在这就想起自己家里人了，就想接着那些人一起跑。结果呢，项羽早就派人到这个沛县呢去拘捕刘邦的家人，因此那一大家人早就流亡一空，早就跑了。半路上呢，刘邦还真遇到了自己一双儿女，就是长子刘盈，就日后的汉惠帝了，还有他的长女，就是日后鲁元公主。这个时候他就让这个儿子和闺女坐上自己的车子一起逃。突然之间楚军追兵赶来，马蹄嘚嘚，杀声阵阵，刘邦特别害怕，深恐自己就会被追兵抓住，竟然连一双儿女都不顾了，唯恐这俩小孩啊拖累马车的奔行速度。幸亏呢当时身为刘邦赶车加上护卫的夏侯婴特别不忍心，好几次就把这俩孩子重新拉上了马车，好说歹说他也不放弃这俩龙种。但当时夏侯婴的这番举止实际上刘邦恨得牙根直痒痒，你想他是一个政治动物，对这个亲情是非常疏淡的，所以他有杀妻灭子之心，这是典型的古代政治动物。可见刘邦这个人他日后能成大事也不是凭空而来。那刘邦的俩孩子找到，但刘邦的爸爸和他那媳妇儿就没那么幸运了。刘邦手下大臣沈义基，这不念沈石奇啊，大伙儿一看这沈义基，大伙儿一定要知道这念沈，原本跟随刘太公和这个刘邦他老婆的吕雉从小绕逃跑，结果呢半路正好被楚军发现，作为俘虏就送到了项羽的营内。不过呢项羽这个人毕竟是贵族出身，这位霸王还挺厚道，对刘家这老头还有刘邦那黄脸婆老婆还都没怎么着，只是把他们好吃好喝，等于就软禁在军营中当人质。彭城之战我们想56万大军一时兴散，自己呢还差点被杀，刘邦确实是狼狈不堪。他逃到哪儿？逃到夏邑，就是今天安徽的这个砀山县，终于遇到自己人了。谁呢？吕雉。他有一个哥哥率领一小队人马在那儿驻扎着呢，由此呢这位汉王算是保得一命。喘息之余呢，刘邦就让人收集残兵思量日后再起。经此大战，汉军联军主力完全被击垮了，项羽的政治环境等于是重新得以改善。原来投向刘邦那些诸侯此时纷纷背叛刘邦，重新向项羽表示效忠。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当初率领20万秦军向项羽投降那个主帅章邯，最后他的表现完全像个爷们儿。所以我们从前一看历史书，一说到章邯这个人，先是残酷镇压陈胜吴广起义军，后来又向项羽屈膝，好像这个人就是一个怂蛋，就是完全100%的反面人物。但实际上在历史的这个人实际上就完全是一个十足的男子汉。你说他最后被项羽封为这个雍王了，但他一直没有向刘邦投降，他在废丘城一直坚持长达10个月，最后呢汉军使坏，灌水淹城，淹死不少人，当时那军民无奈呢只得投降。章邯本人是宁死不降，他没有二次投降，在汉军入城之前这哥们掏出一把剑
自刑而死，也算得上对得起他雍王的称号，也对得起项王项羽对他的一番苦心了。至此呢，项羽似乎是扭转乾坤，重新掌握了楚汉战争的主动权。当然了，对于项羽来说呢，彭城之战啊，虽然可称是完胜，但他最大的遗憾呢，就是跑了贼头刘邦了，使他呢，得以这个西窜而逃了。那么刘邦呢，不仅有命逃脱，实际上他还占据了荥阳城皋这个地利，他能够依靠关中的资源和民心啊，就开始日后和项羽、楚国长达4年之久的持久相持。彭城大战呢，打得刘邦啊老本几乎全部报销。虽然刘邦这一次一败涂地啊，几乎成为光杆司令，但他手下确实有能人，包括萧何什么这些人在后方悉心经营。所以说呢，刘邦军事集团啊，等于是他具有坚实的战略纵深，他的军政集团的整体实力呢和应变能力，实际上要强过项集团的，因为他手下人多，能人多，从而能在最后关头呢，击败项羽，迎娶天下。彭城大战之后，荥阳地区等于就成为楚汉主要的争霸战场。由于萧何发动全部的关中力量支持，韩信呢又收集那些残军败将，最终呢等于是遏制了楚军西进这个势头，汉军的军力呢就逐渐得以恢复了。这个时候忽然又出现一个插曲，还是个大插曲。刘邦的盟友，哎，那小伙子魏王魏豹，本来呢他是以探母病为由，就说我妈病了，他要回到封国，但他人走了之后呢，他马上就翻脸了，就忽然就封锁了河关，宣布呢叛汉自立，他再和项羽进行联盟来反击汉国。如此一来呢，魏军等于就切断了汉军的退路，对于一直固守这个城皋啊，这个荥阳一线的这个汉军啊，等于是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刘邦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慌了，他马上就派出能言善辩的利益姬，哎，前往河东地区，劝说魏王魏豹回心转意，但被魏王魏豹一口回绝。汉王慢而无人，骂立诸侯群臣如骂奴耳，吾不忍复见也。魏豹毕竟是个贵族小青年，所以这小伙就极力回绝，哎，复降刘邦，我再也不会向刘邦投降了。还好呢，刘邦当时手下有良将能将韩信，他就派韩信率领军队去攻打魏国。韩信确实能干，有勇有谋，几个交手就率领军队把那魏王魏豹给活捉了。还好呢，念记前情，刘邦当时也没有杀掉魏豹，就把他弄到荥阳呢软禁起来。如此一来呢，韩信把魏国就给灭了，等于就重新打通了楚汉前线与关中这个战略通道。然后呢，韩信向刘邦建议分兵3万，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从此呢就可以对项羽呢实施战略合围。刘邦这个时候对韩信绝对是言听计从，在汉军主力于荥阳坚持对楚军正面作战的同时呢，他就分军3万给韩信，让张耳呢作为韩信的副手，让这两人率军东进，为汉军开辟北方战场。我们要知道，陈馀帮助赵王赵歇复国之后啊，赵王赵歇呢等于是重新做了赵王，他就封陈馀为代王。但当时呢，刘邦联合诸侯啊攻击楚国，他就希望陈馀呢出兵相援。陈馀当时只有一个条件，可以，我可以帮你刘邦，你把张耳那老匹夫给我杀了，我就出兵。没办法啊，刘邦当时还不能把张耳杀了，跟他关系不错，他当时就找了这个样子跟张耳几乎一模一样的倒霉蛋，杀掉之后把脑袋切下来，用青漆一漆，然后弄一盒子里就送给陈馀了。陈馀一看，呵，这老匹夫终于死了，当时大喜，马上发兵援助汉国。那么刘邦在彭城大败之后，陈馀忽然得知张耳那老匹夫不仅没死，全尸全影活着，还活蹦乱跳，还正和韩信啊一起为刘邦打仗。他当时就怒了，即刻断绝和刘邦的关系，和赵王赵歇一起坚守赵地。进入北方之后，韩信张耳迅速攻灭代国，准备通过这个太行山这个井陉口啊，进攻汉军最主要的敌人，就北方的敌人赵国。陈馀呢，虽然被赵王这个赵歇封为代王，但他自己是没去代国当王的，他现在一直和赵王赵歇在一块儿。那么得知汉军呢这一次是来势汹汹，赵国呢，这陈馀和赵王赵歇就聚集了20万大军，
在井陉口呢准备击破来犯的这个汉军。赵国当时有个谋臣叫李左车的，哎，当时就给陈馀献计，希望赵军能够深沟高垒，分兵断绝汉军的粮道，等到汉军人困马乏的时候忽然进攻，肯定能消灭汉军。如果能坚守井陉，哎，肯定韩信所依恃的那种啊急速进军啊，他肯定就施展不开了，就根本没法发挥。但陈馀这个人呢，脑子里还是正大光明作战的思想残余，他把赵军啊，他认为自己的赵军我们是义兵，如果这些使诈、使谋啊、使奇计啊，那以后即使胜，也让诸侯军队看不起自己。因此呢，他当时就决定，我们就要跟汉军对决。当然了，他当时这个心态最主要还是因为什么呢？他过于轻视这个韩信所率领的汉军，而且当时韩信这个人名声啊，还不是特别特别高、特别特别强、特别特别显赫。因此呢，这个陈云对韩信还是等于是轻视了。赵军当时就凭借井陉之险，而且他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从常识上讲呢，一战而全歼汉军呢，绝对不是什么难事。那么真知李左车的计策未被陈馀采纳，韩信当时是长舒一口气，他连夜分兵两路，一路呢派出2000汉军轻骑，等于就是说轻骑兵组成骑兵，每人手持一面红旗，趁着夜色有小路潜入井陉口一侧隐蔽等待时机，另一路呢则是汉军主力部队渡过绵燕水，就是绵燕河背水列阵。这一阵实际上大有来历，为什么呢？就是孙子而讲的置死地而后生。对于陈馀来说呢，韩信的这种阵法使他更产生了错觉，他就更认定韩信这个小伙子根本就不懂得兵法，就是兵家大地啊，你还背水而阵。结果呢，转天天亮，韩信呢就打出大将军的旗号，鼓行而进，直击井陉口。赵军呢马上出营迎击，大战良久之后，韩信的主力呢忽然之间抛弃旗鼓，假装逃跑，退到河边背水的那个军阵之中。赵军这个时候见状，马上进击，就为了争夺汉军丢弃那个旗鼓啊，哎，开始互相来在那抢，一下军队就乱了。为什么抢那些旗鼓？那些东西是可以当做邀功的本钱的。因此，赵军这个时候倾巢而出，大破敌的军队不顾一切追逐韩信。至此呢，韩信背水大军呢，这个时候呢勃然而发了。为什么呢？无路可退啊！这人奋力拼死，无不以一当十。就跟当初项羽啊那背水一战一样，就那个破釜沉舟一样，使得刚刚得胜的赵军呢忽然之间束手无策了。因为在他们的精神这个意识里头，就觉得这阵的汉军应该败逃到水下，被我们赶到水下淹死。结果呢打了半天也没法把这个背水而阵的这个汉军呢逼入水中。就在这个时候，韩信先前派出那2000轻骑，利用赵军主力攻击汉军的这个空档期，冲入赵军的营垒，然后遍束汉军的红旗。因为当时汉军所持的象征军队的指挥的系统的，包括象征他们军队的服色的，就是这种红旗。久战不胜，赵军上下本来就又疲乏，又有怀疑的这种想法。哎，怎么汉军这么能干，这么能战，这么不怕死？这个时候他们要退未退之际，忽然回头一看，那绝对吓得是肝胆俱裂。为什么？一看自己的营中汉军红旗招展，一下就认为汉军的骑兵不知道多少万啊，已经把自己老巢给端了，顿时大乱。汉军这个时候乘势反击，一下子是大破赵军，得势不饶人。汉军追到止水，在岸边斩杀了大将陈馀，就我们这位现在的代王。而后呢，汉军继续乘胜而前，几天之后还把赵王赵歇给活捉了。现在我们就要说说陈馀这个人。陈馀这个人是绝非等闲之辈，哎，乃文乃武，文武兼行。想想从前啊，章邯最后他之所以能以20万多这个秦军投降诸侯军队，向项羽屈膝投降，陈馀那封劝降书是功不可没的。而且呢，当初受陈胜之命，他辅佐武臣攻克河北之地，继而扶立赵王赵歇，陈馀他是居功甚伟的。可惜呢，运来天地皆同力，余运去英雄不自由，遭逢到了韩信，当时这个无名之辈，这位小年轻
沉于如此大英雄，只得含恨而没。井陉之战的结局可称为楚汉战争的转折点。为什么呢？从此之后，汉军逐步在战略上全局渐取优势，使得韩信呢能够不断为楚汉战争这个成皋、这个荥阳、这个前线输送大批的生力兵员还有物资，等于是能够一直强有力支持汉军的正面作战的能力。此后呢，三万破二十万，韩信呢正是借井陉之战也是正式成名。战后呢，他善待被俘的赵国谋臣李左车，把李左车也变成自己的谋臣了，而且听从对方的建议，安抚赵地百姓，然后派人兵部血刃，睡降了项羽的同盟军燕王臧叔。从此之后，黄河以北，刘邦其实呢再无后顾之忧。项羽得知韩信灭掉赵国之后，那是又气又恼，他数次派楚军过河攻击韩信和张耳。确实楚军战斗力真强，一度还打得汉军是节节败退，无法招架。就在这个紧急时刻呢，刘邦又派出说客随和来到了项羽盟友那个九江王英布的属地，最后说服了英布呢投奔汉朝。汉军呢虽然在河北地区和河东地区在韩信指挥下取得几场巨大胜利，但是在楚汉正面战场，也就是成皋和荥阳的战场呢，双方呢一直是打得非常艰苦。那么正面战场上呢，项羽直接指挥楚军，刘邦呢只是一直处于守势。我们要知道荥阳是山东地区啊通向关中的战略要地，当然了，我们现在只要是但凡说秦汉史，一说山东地区，它那个山指的是什么呢？是萧山以东，这叫山东地区。这山东地区从战国以来啊，秦国就已经把荥阳的战略地位提高了，作为兼并战争的关键战略枢纽。在派驻强兵劲旅的同时呢，为了保障后勤呢，秦朝在附近呢还建设一个大粮仓，就是叫敖仓，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因此呢，在敖仓仓层西面的成皋呢，就地位就非常重要。无论是哪一方战斗的哪一方，只要能够真正控制成皋荥阳战线，就意味着对关中的腹地实际上就相对占领了。因此呢，楚汉双方就在这一广大地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你争我夺，杀得不亦乐乎。所以说我们对古代战争你要有正确的认识，就一定要地理地形有正确的认识。为什么就在那儿打不在别的地方打？这个地方只要谁占去了这一线，谁就占领主动权。慌乱之余呢，刘邦呢就派人呢向项羽求和。因为你看，虽然说取得了几场胜利，但正面战场你打不过人家西楚霸王啊。他就表示呢，我愿以荥阳为界，以西属我们汉国，以东呢归你西楚霸王，归你楚国。对于刘邦这个建议，项羽会同意吗？我们下一集再讲。